大家好，我是 Urban。 使命战场模式即将迎来全新的沙尘暴机制，开局后将有一个城镇随机被沙尘暴覆盖，为使命战场带来全新体验。沙尘暴地区内飞沙走石的天气特点使得能见度大大降低，玩家的视野将会受到限制，同时沙尘暴范围内将会形成一个小型的移动龙卷风，战士们经过龙卷风范围将会被吹至空中。这样的天气特点让沙尘暴地区充满危机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玩家在沙尘暴地区行走时会在一定时间内在地面上留下足迹。在沙尘暴地区中，风险与机遇并存，整个沙尘暴区域将成为高资源区，并且可额外获得沙漠宝箱和特殊宝藏，为大家带来高收益。游戏中还将新增一个热成像瞄准镜，只能在沙尘暴区域内获取，在沙漠宝箱中有一定概率可以获得，在特殊宝藏中必定掉落。利用热成像瞄准镜可以在沙尘暴环境内掌握敌人动向。游戏内还加入了全新投掷道具气流发生器，只在沙尘暴区域内掉落，可以拾取放入背包，使用后将在放置位置生成一股上升气流。沙尘暴地区的到来能够为使命战场模式带来全新体验，希望战士们能够熟练掌握沙尘暴机制，尽情享受战斗的乐趣。